赵信呢？啊？击鼓，进军！出拉屎之牙。捅！他们的兵力一律无法不捅。回血。命运。干哈呀？玩玩啊？弄啥嘞呀？白你个眼儿，讨厌，讨厌！我救一下啊！那哈扎尔基不知道干哈？哎，城市有病了，真的。一边赶忙先到，随后。OK， 十块。那二级哈子都不打野，就搁上路待着。嘿，起飞，戳！请不要烦我。嘿，我想知道，那现在我们组什么呀？组 W 呢我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勇往直前。嗯，这样的话，三项吧。即将凯旋，现在打不了老长了，我知道老长了，确实有点长。可以主 W 吧，主 W 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这个清兵线。交给我了，三项蜡石配点右装，嗯。哇扎嘿起立扎扎扎扎是之魂从未破灭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捅不着你啊？扎嘿扎扎起立扎。德玛西亚人从不退缩。我扎，哎呀，没扎着！我扎，哎呀，又没扎着。这没扎着，我说实话啊，有点伤了。我没什么蓝了。我扎。蓝好好缺蓝啊，不够蓝。阵阵之阵，有死无生。吃口死的。回家了，没蓝了。出个女神之泪儿，反正也行吧，但是慢点合。这个女神之泪儿不着急合，有可能可以不要了，给她卖了。裹着七分半刷吧，你咋知道呢？这六分不刷了吗？这不有一个吗？命运六分零五秒出果子啊，是吧？哇！
起飞！我操！随后，枪出如龙。我抓！我抓！没抓着。吾王之力。爬着来了，我就吃口屎。我帮中路赶他一波吧，才能说明一切。好大！我这，嘿，去去，哈！这个扎呀，我说实话啊，得瞄一下，挺难扎人啊。其实你要起手，我跟你们说应该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首先起手上来先三爪重击，三爪重击以后就是扎一手，这边闪现接个E，但这是赶客的打法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五杠一了，交给我了。不要怕我，抓！那我附个 E 还是附个 Q？ 我看看 E 技能加伤害攻速 ，Q 技能额外伤害冷却时间，没用，不 E 吧。我炸！嘿！把这打了。胜利在呼唤。那蛤子挺装杯呀、啊！我扎，去去！啊！为啥他 W 的距离比我闪现还远呢？来个皮孩吧。但是我们被下当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小心点奥恩啊、哦、拿也行，你拿吧，你拿吧。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我们得有攻速，没有攻速不行，这英雄必须得攻速快一点。放快了有点呢，我炸！勇往直前，好远，我炸！
换扎，嘿，起飞，换扎。他干嘛呀？不能杀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！我没有蓝。我们最好是多去中路帮帮忙，或者这波 ADC 不是700吗？我们直接往下走。来吧，我直接往下走，我下来一趟。啊，我下来一趟，这波 ON 没有大。哎 ，OK，AD 也没有大，两个人在干嘛呀？我这不好上啊，这咋整啊？我扎，嘿！AD 挺装啊，啊！你也挺装啊，小伙子，我记得你是个辅助啊。这一千这不拿下了吗？把塔拔了。不能戳小兵啊，赶紧把下路解放了，下路解放的越快啊，我们家越好打。你要干嘛呀？快走啊！我扎，哎呦，这波这么猛，但是人家有蛤子呀。知道你要死了不？完了，没完了，这是啊！我一瞅，这是没完了呀！这干哈呢？这呀？哎，我的天哪，我赶紧回家吧，我受不了了啊，我得赶紧回家。进军，真让人受不了啊。我来个蜡石之牙，确实带个气定神闲会好一点哎。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嘿，这锤石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！我扎 ADC， 嘿。嘿嘿，起立，900又900，这 ADC 真是银行啊，这 ADC。交给我了。
发生什么事了呀？我扎！完了，我也死了。魔宗血手配振奋怎么样？我确实得要点血量装备了，还巫妖，巫妖拉倒吧，巫妖这就别巫妖了。我杀！嘿，扎！嘿，起立！嘿，扎！一下两下起飞！哎呦 ，ADC 值钱了！我来个红，兄弟。上路还好，那防御塔让螳螂给推了啊，可以接受。从未破灭。AD 死了，我们可以再打啊！回头打！嘿！啊不行，人有点多呀。哎呀，俺们这波三打四应该能打赢啊，感觉。哇哦！怎么没打赢呢？蜡石有什么用啊？蜡石，蜡石可以加 E 技能伤害，可以加 W 技能伤害，可以加 R 技能伤害，我三重加伤。勇往直前。两千不行，钱不够。哇 ，ADC， 哎呦，差一点点，我以为他起飞了呢。我这边三条小龙了，这 AD 没走，我看能不能打过他。交给我了，我跟他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哇，没捅出来，这家伙五秒钟冷却。为什么要 W？ 我 W 主 W 的，刚才得 W 打伤害了，没有平 A 了。嗯，我第一个 W 空了。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。差点钱呢，这怎么办？差二十块钱，这二十块钱挺难受啊。这边少个 AD， 咱可以打。
谁打是谁打，这也不等我呀！别扎出来，聚聚了。 扛不住啊！现在 R 加不加护甲不看？加呀！你们能不能等我活一下子？稍微等会儿我不行吗你？ 你为什么不走啊？我操！嘿，起立！哎，小龙，小龙的话，即将凯旋。 扛不住，现在主要就是我进场容易死，打不过他们，硬打打不过。妈耶！ 我就发现这锤石不杀是不行了，啊！撤！出装不对，那你说出啥嘛？这是。 做出了他的选择。AD 装备有点好，伤害有点高啊。